各位好，大家好。我自我介绍，我叫杨东敏，我来自于台中州南投郡，我住德山。我有当来讲的时阵啊，吼，当来住德山，咁叫德山人，唔是啦，迄就是爱误导、误导。中国人拢误导，讲伊北京人啊、啥物人，迄种人误导。中，你伫台湾有找着住伫台湾的人，你像伫美国，美国迄、你去个纽约，伊个首都纽约，纽约有纽约人无？无，纽约遐有两种人，一种叫外国人，一种叫美国人，美国人较济。啊，外国人就是去遐佚佗个，因就是美国人甲外国人，所以当然话会较真清楚。啊，有当从德山我变回我有讲，德山，恁捌听着讲华人？华人人讲后山，啥后华人叫讲后山，就是过了中央山脉过，迄叫后山。前山伫台啦，前山就是咱西半部这边。你捌听前山底下无？前山底下就是德山啦。咱这边。西半部人啊，要过后山底城，就是阮德山，啊，就去过吼。阮遐叫前山底城，啊，搁一个外号。首先要恁介绍讲，咱台湾民政府的活动，伊周办、群办，咱重要咯。咱正式的举办活动，咱嘛才四支旗啊。美国旗甲日本旗，咱看有，即咱一定看有诶。第二支即支，即支。迄叫做 USMG， 叫美国军，美国军事占领旗，即叫占领旗。即个占领旗，伊即个旗吼，是台湾你看有即个意义，你看有吼，台湾听有你看有，即个红色即个印花就是日本，是安怎来讲日本？即日本的物件，我等下吼，会对马关的条约开始讲的时阵，就是下关。日本，咱国日本帝国讲的下关条约。这个标志，这个旗啊，这个美国美军，美军伊个分两支，伊个足侪标志拢用这个，尤其伊个分两支，标志，这个是美国军事占领旗，占领台湾，日本的台湾呐，日本的台湾，过来就是咱台湾民政府旗，代表旗，这个 TCG。咱台湾民政府遮尔，咱要讲是美国军政府、台湾民政府的 USMG、TCG。咱红色的车牌也好，咱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也好，伊后壁拢有 USMG、TCG， 这个红色的这印花同款是日本，这白色的那个星星，这是六洲。日本时代的时阵就是五洲，咱即个年体，迄个广告油啊，像个感冒叔叔，伊是在建筑出来。五洲制油厂，日本时代台湾上大油厂叫五洲制油厂。即摆下摆换到民政府要改做六洲，伊毋知佫出一个六洲制油厂个啥？即拢大家拢会使去思考一个标志啥？即个过来，黄色个即个代表亚洲，即来去澳澳个五环旗，五环旗五色。亚洲是代表红色，台湾朋友，即你看有，即个是美国，蓝色的星星吼，你看到美国旗吼，蓝色的星星，即是美国遐军事占领伊外省，伫旧金山和平条约三条 A， 美国是日本的主要占领权国，日本迄阵，咱大日本帝国有包含台湾，所以讲有真侪人无去了解即个，所以即较简单只旗啊，先介绍，后摆你人要讲吼。你也知影讲，伊这意义，你也看这个五环旗，1951年，这个奥运的五环旗，蓝色的就是欧洲，黑色的就是非洲，红色的是美洲。我拄仔讲的，咱台湾民政府，迄个黄色的就是代表亚洲，绿色的是大洋洲。所以讲，咱台湾民政府这个旗啊，做了真有意义。每一个国家也是政府，因的旗啊，因的旗啊，做出伊的意义甲代表你像咱大日本帝国，日本即摆用的旗啊，是一个红色的，伊号啊，一个太阳安尼尔。所以
日本旗人啊，讲啊，你安那变变来变去，伊个旗啊拢着变啊。所以讲日本，咱大日本帝国做这个旗也算足厉害。啊，你像美国，美国伊个星星有无？伊个蓝色啊，有五十粒星星，对，代表美国五十支。所以美国旗啊，代表到伊做个旗啊，足意义个。啊，美国个旗啊用啥？红白蓝，哦，红白蓝这个感觉。哦，你像法国也是用红白蓝，哦，足侪拢用红白蓝，伊这类组合，哦。首先，比如讲，哦，像顶年，哦，今年也同款，哦，即嘛今年开始你看真济真迄一挂新闻，迄讲足轰动的，结果拢无轰动，啊，啥拢无轰动，伊要出个轰动新闻，哦，像即阵啊，哦，即阵啊又会讲哦一挂。从顶年开始选中华民国选举了，是啊，有一个市长又在啊造神，造到讲伊选掉高雄市长，啊，伊较早做啥？哦，伊是三马人，哦，啊，即摆伊所做迄就是新闻会用扭曲一切，会使吼造就你的知名度啥有诶无诶？像你讲伊即摆啥讲，即个媒体的台湾吼，足好用啊。所以，伊要从咱政权到咱台湾政府，伊只要小夸大力，也讲袂了。台湾政府真诶是假，规个台湾百姓看着也烦着，讲哎，台湾政府真本来讲诶弄着。即摆中华民国伫台湾，即个媒体开始诶迄调诶，开始讲真相。咱台湾诶历史地位，吼，咱台湾诶国际地位，吼，开始正常。所以。你像今年哦，顶几年足侪年拢干啊！哦，中华民国要看我个八省所在新闻的时阵，伊会去查新闻。对顶年时会，伊会去查到卫生纸要起价，甲今年甲当年要起价。哦，毋是干安尼尔。什么499吃到饱啊？一挂哦，民视的哦，伫中央地区民视的第四台断讯。哦，啊，佫真侪讲什么两岸一家亲，迄阵柯文哲讲的。啊，佫有咧。美台一家亲，哦，因两岸一家亲咧讲是对，是两岸中国人，唔是两岸，唔是咧讲台湾遮所有人，是两着中国人。啊，你若要讲得清楚，讲两岸一家亲有啦，哦，中国甲金门是也是两岸，中国甲连江县就是讲的马祖是两岸，因也是讲一家亲，因为因在福建省，这咱爱分清楚。啊，顶面是呾讲卫生纸要起价，迄抗沙新闻你知无？美国吼，伫伊个参众议会就是个国会，伊伫遐通过个法，就是成立了美国宪法，即你啊，恁来注意吼、哦。中华民国个立法院讲通过个时阵个，会变中华民国宪法咯，迄叫无可能。是啊，人个国会人通过个法案吼，就、哦、用个法规就变人咯，因个国内个宪法内底。是啊，中华民国袂使，啊，美国是啊，迄落，前较早美国，哦，而且还设台湾管理法，是啊，中国唔敢设台湾管理法，你知无？因为已经即摆是媒体就报啊，美国也讲啊，台湾即块地无属于中华民国，也是属于中国的，啊，是啊，伊要讲无属于的，是啊，美国歪讲即块土地属于三马人的，伊歪讲，唔是歪讲，恁来去看，哦，你来去看这真相，恁今日在上。法律课，哦，阮江苏一定爱吼，将阮个所在个范围能力，阮所提一寡物件去看，恁来去了解者。所以讲，顶年迄讲，迄个看新闻就是台湾立宪法，台湾立宪法是啊，中华民国我会使，因为通过叫台湾立宪法，毋是中华民国立宪法。哦，你像真正个台湾管理法，伊啥物会使？伊就是。台湾管理法，伊就是较接触着讲即个管理当局，哦，对另外一种小法中迄种占领法，所以占领者伫遮，伊开讲着台湾管理法，哦，啊，咱伫占领者时阵，去即台湾管理法抗议者时阵，咱阁莫名其妙，是按美国遮，以后我哩讲个清楚，是按美国遮定台湾管理法，中国唔敢定，中国伊所定个定啥？定一个反分裂条款，啥是反分裂条款？你敢知？就是讲，伊惊中华民国
反背中华民国去独立，哦，伊就是设这个法，就是讲我中华民国哦分裂出去，哦，你会记哩？较早清朝所讲的伊叛乱日子，就是只革命的嘛。中华民国迄阵啊，就是革命的，但是就是清朝的迄落叛乱日子。啊，即摆中华人民共和国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中华民国哦变身起来，所以伊设这个反分裂条款，就是要中华民国讲你袂使分裂出去。所以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叛乱组织，哦，伊拢讲反攻大陆，哦，这点要会记。所以足侪无知的台湾这所大变成中国人提外顶哦，本土人去提中华民国姓名，你有感觉无代无事，你个牵着做中国的叛乱组织无？这讲起来是真严重，不过因即摆已经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无这利害关系啊，因为因已经签和解和解啊，哦，因签一块块和解，哦，所以以后我也台湾的百姓知影讲，因签一块块内底内容是啥，啊，所以讲这台湾立法通过是安尼，我也唔知，这台湾立法就是，哦，就是。要有双方的政府官员，台湾的政府官员，甲美国的政府官员要来往，啊，通过了啥？中华民国足欢喜的啊，是安那伊我也唔知，原来唔是要甲中华民国的官员见面，是要甲台湾民政府的官员见面。所以你这个新闻就是中国顶面中国的迄个外交部的王毅所讲的，迄就是中国人大吼，人大会议的三大会议内底。就是记者有用啊，不过你要听足详细哦。咱台湾的新闻足侪人看袂清楚的，因为记者所讲的甲伊要采访本人讲的话会无同。无同的时候，足侪人去听记者所讲的，就替记者误导。哦，即我伫遐心中来讲叫误导，一寡假新闻啊，误导新闻拢出来。哦，所以伊只安问的时阵，哦，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讲，伊讲。我们当然要求美国要严格恪守做出的承诺，严格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中美三公报。中美就是中国跟美国，啊，是要遵守一个原则，是要美国要求美国，是要中国以外要求，较早叫苏联，现在改俄罗斯，是要要求英国、法国所有别个国家先甲要求美国，即个要牵涉内底一寡国际法律政策物内底，即讲来足深个，咱唔爱去讲啊深哦。啊，所以讲，即台湾你要通过时阵，即一中原则，唔过即个媒体就讲啊，即个台湾旅行晚会就是变蔡英文甲川普吼，蔡川会互相个来往。如果即台湾旅行晚会是变中华民国蔡英文。伊就用中华民国的生活，唔叫台湾的生活啊！啊，伊这蔡英文如果甲川普见面，唔过伊尾啊，伊才有讲啊，中华民国安尼敢会是崩殂断交？哎，蔡英文会甲川普见面啊，会过人会甲中华民国断交无？迄叫无啦！所以讲，这记者讲的含含糊糊。最主要就是讲每段王毅讲这段，这红字的就是王毅讲的。OAC 是我加起的啊，来，王毅中坚持一个原则，不同台湾官方往来，各国遵守国际准则，全球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王毅中已经是一个中高官阶，美国的官员要甲无共台湾的官方来往，台湾民政府来加官方来往，啊，遵守国际准则，这准则的法律国际法律。大势所趋的全球的趋势就是呢，去看台湾民政府哪个啦，哦，势不可挡。咱台湾民政府作损失，而且国际地位起来，咱的国际地位、法律地位起来。所以这新闻你主要听了后，记者甲伊本人采访王毅讲的话，查足侪，你主要听。台下记者大喊台旅法，让原本要结束记者会的大陆外长王毅决定停下脚步。我们当然要求美国要严格恪守他做出的承诺，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坚持中美三台合作。对着美国喊话，就因为最近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可以允许台美高层互访跟见面，未来更渴望看到蔡川会让北京政府强烈反弹。其实这一场中外记者会，台湾问题成了焦点，陆媒还关注今年台湾的外交会不会出现雪崩式断交。坚持中共原则，不同台湾进行官方往来，也已经成为各国遵循的国际准则之一，当然是大势所趋，而且势不可挡。梵蒂冈会是下一个断交国吗？王毅没有正面回答，只再度呼吁要台湾承认九二共识。但其实你看，王毅本人，中国外交部长所讲个记者，所以讲恁来遐看新闻了，恁来看足清楚。哦，但民进会人即摆足侪人会晓看，因为较早我看新闻人讲奇怪，我看甲因看无同，我毋是看甲因看无同，我是听所讲个人对毋对个话，咱来去判断啥是对，啥是毋对。所以王毅伊也足欢迎美国甲台湾政府人遮来哦。因为中华民国已经挖一坑足大坑咧，中国也哀叫。啊，美国去帮助台湾政府，也去帮助中华民国顺势倒去中国。啊，即个中国人，伊愿意无？伊无愿意会使留的。不过因会留一些无，大部分袂留一些，因中国人袂爱，互台湾这土地本土台湾管，因拢高高在上，因也无爱。啊！伊也要来管，因就是爱有伊个经过伊个治疗，伊个治疗伊个权利也要人通过，吼、哦，毋是讲要离家要断离家，吼、哦，因有诶移民，有诶等，所以讲咱捌听着刘振群因头讲，我就报着，又叫因掏空啊，又叫遐钱摕去哪去？摕对福建平潭岛，你妈祖诶下边，遐一个平潭岛。气候还有大火霸王啊！我一定要去看。平潭邮政，那中华邮政里，2017年8月10号，啊、哦，中华邮政甲平潭邮政切割歪歪完啦，是啊，切割歪歪完啦。因为钱拢掏空好啊，一寡资料我也通看，安尼尔。所以你去看遮，你若看到遮的时阵，啊，拜托看遮的新闻，记者所讲的新闻，哦，甲伊本人采访的。对唔对？恁着看三是真诶，三是假。哦，啊，咱顶年有冲诶，啊，咱当年是成立了上严重啊。哦，讲起来比苏情况还搁较严重，是啊，比苏我感觉比苏情况搁较严重，因为像咱诶领导者，咱诶秘书长，哦，甲夫人掠去关，迄叫伊早起，迄种叫政治迫害。美国伊知影讲中华民国用即个早起做要办咱台湾民主。哦，去告赢美国政府的咱必须顶，哦，伊用诈欺，美国到尾即摆就知啊，开始赶紧爱去做。美国也无赶紧去做这下代志，美国有一天伊也是危险着啦，因为时间已经到，伊知影媒体好用，哦，像韩国伊去甲打恶啊，做神做假安尼，敢有可能？韩国伊的背景我当不便来讲作些，伊也是中国人，伊毋敢中国人。哦，伊本身伊个出事个人，伊个行为，伊啥物人，足侪人知个。哦，知个时阵是安那，伊又再去选高雄市长，过来做成安那。啊，我咧讲这五一抗是安那，咱冲击到最大个五一抗。你有看台湾，你有法通过无？台湾你有法通过，就是要甲台湾民众只官方来哦。啊，是安那，伊伫。七度的委员，例如5月70，迄个发动，因为美国迄边，甲咱台有发布官网，因美国也有一寡官网发布啦，就是咱要伫美国的电视台，吼、哦，要甲美国商业部部长、甲美国因的官方见面，吼、哦，见面的地点伫遮，恁也会晓上官网去看，时间排伫遮，迄间的时间过去。哦，啊，主办的单位就是美国宣传部协办的单位，就是咱台湾民政，即种咱的 logo， 咱的代表字，甲咱英文哦，啊，就是公布了了，中华民国发起啊，
因为咱甲商业部见着面，对双方的官、双方的政府官员见面，吼、哦，啊，就惊着，所以用足侪新闻来卡，看到尾啊，我大啊发动这个检调单位，造成这个事件出来。啊，咱五月二三去甲伊见面了，咱五月三定年五月十三是 WHA。迄啰卫生组织大会要开会，咱本来要派人去，也无啥分心，因为美国的公关公司也无啥分心，叫咱两个选一个，所以咱参加这商业部。啊，迄天商业部部长要出现，结果川普紧急有代志，呾召集人白宫，哦，即咱新闻拢有，所以伊派伊商业部的秘书，美国上这两就，啊，这两个就是美国的参议员。一个民主党，一个共和党，啊，是毋是美国两个政党，一个叫共和党，一个叫民主党？所以，佫加上美国的现任的政府官员，就是美国所有的代表，吼、哦，代表政府已经拢参加，两党拢无意见。所以，伊这个是中央通讯社，吼、哦、，CNA， 吼、哦，啊，这个就是台湾民进党内部，吼、哦，所以讲，这拢是在作假。吼、哦，咱去参加内容，你拢用去看。参加了后，五月二三，咱参加了后，美国的参议员通讲要搁提案，要搁啊，因个议会，各因个国会要提案，讲要讲提案一个叫做台湾国际参与法，就是讲要台湾会用甲国际上所有的人去参与这个事件。所以咱去参加这个了。马上伫顶年的十月二，咱搁咱个官网咱公布，因为 TACC 是安那，咱去参加商业部、中华民国个经验在台湾，吼、哦，我再讲个足清楚，台湾，吼、哦，进口、出口，吼、哦，进出口，拢爱经过中华民国个什么单位，你知无？伊对外单位是啥？中华民国对外单位啥？是迄啰台北。哦，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啊，咱台语上个月就是要取代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台语上个后摆就是台湾，不管你出入口，我今仔日，吼、哦，我算到面上，如果我参加这个商会，后摆德国个，吼、哦，美联个，我要代理，我就使代理。我遐讲，美联要就来经过我，啊，我去说一个。任何什么伊什么哦，像鸟西人的无人那些吧，我也使代理，拢爱经过代理商，啊，代理商爱经过啥？台湾的地区都爱经过咱台湾民政府这所有的政务官，有去参加啦，无参加啦，无得管的。所以这代理商的成立是中华民国所行的，因为中华民国对外进出口的钱，都是这代理商的收入。啊，对你外国，吼、哦，外国都台，除了台湾以外，遐拢叫外国，外口车要参与台湾的，吼、哦，内销、外销车，爱上要代理商，啊，对头，爱对头参加啦，对美国，对咱公关公司即摆伊也是代理商的总裁，你啊，爱对啊参加，所以代理商的后摆发生啥问题，是以美国的法律为主来判断啊。所以咱这个就是讲，公布咱十月份要参加这个酒会，吼、哦，这个成立的酒会。不过咱要成立酒会，代理商会 TACC 伊也是讲啊，讲咱必须要向政府批下以后的声明，吼、哦，才来报道，吼、哦，这代志来讲，吼、哦。所以去用咱去代理商会刷美国的电台。大电台拢报道，美国电视台的收视率甲电台的收视率差较好啊。电台，因为美国的所在足破啊，伊要看电视哪无方便，有哪甚至拢听收音机，吼、哦，有哪伊司机的赛车拢听收音机，无当看视讯的赛车足危险的，啊，所以因只电台，阮到底收些啥电台，你有去探查，拢会。就是政治迫啊，伊爱去迄落，啊，所以咱台语上的十月份
开会了台湾这座的消息就是欧洲三会，欧洲这边从中华民国、中华台北，还是台湾这座的名称拢用掉，袂使用，啥袂使用？因为台湾这个代表已经代理上会定出来。像咱是讲2017年咱9月17日咱参加联合国大会了后，台湾的政府发生啥问题？就是中华民国邮局的机啊，拢写写足侪所在，拢写写伊外交部。连伊一寡人办个国家政府伊个网站，从中华民国旗啊下架，赶快来消失中华民国伊个旗啊消失。这就是要人讲，你要用台湾制造车，就是来参加台美商，因为中华民国办中华民国十国联盟啊，这就是咱祖先，今仔是伫咱台湾成长所有个人。少年人连即摆囡仔开始成长了嘛吼，去了解拢捡，脱袂开伊这个框框内底，吼、哦。所以你爱看真济新闻，是啊，咱拢会讲美国啥吼，你爱看侪啦，吼、哦。咱去这个商会了后，咱也有较印象深的，会一挂记者三方见面，见面了后，你爱去看讲，中华民国怎样伫台湾遮是对的。这个新闻，吼、哦，就是咧讲脱台者，但是脱台者就是离开台湾。吼、哦，我厝边，吼、哦，有个人嫁啦，像我表姐嫁啦，嫁外国人，吼、哦，讲一个较紧的，讲伊离开台湾啦，脱台换替别人迄落。啊，这个脱台者最主要是讲在台的中国人，即脱台者大部分拢等于中国，吼、哦。有的有伊好运，伊会移民啥有诶无诶？啊，你若无移民啊，就是像王毅讲诶，难民不是移民，终将回到祖国。无移民啊，在台湾遮无一个别个国家政府，伊阁无爱台湾，拜台湾政府遮管理诶时阵，伊就是爱转，吼、哦，伊定爱转去啦，吼、哦。啊，这就是王毅所讲诶，这是2017年诶老。所以你爱看些脱台者，你就知影迄落。中国人上趣味，中国人拢讲，伊是中国人。结果，你讲着中国唔好，也是讲你要去做别个国家。伊讲你不爱国，你不爱中国。啊，结果中国人上硬指责呢。结果伊拢安尼知无？伊讲伊是中国人，伊也无愿意做中国人。比例来讲，郭台铭人拢歹嘛，是安尼叫郭台铭，中了台，就郭台铭是台湾出世的，所以伊叫郭台铭。郭台铭讲伊是中国人，啊，伊敢买当做中国人，伊也当做中国人，伊敢买台解了装，伊也买做中国人。你像曹新成啊，同款，伊也是中国人，伊都无愿意做中国人，伊也买当中国。因拢入籍新加坡，我有呾讲笑啦，走过新加坡啦，是安那伊拢号称讲是中国人，不愿当中国人。好、哦，郭台铭才入籍新加坡啊，今年连消息讲要选中华民国总统，无中华民国啦，准备选中华民国总统，伊这新加坡人能算无？有呾伊拢在讲笑，吼、哦，毋是讲笑啦，会咱误导。美国不可能让台湾去跟中国真的同业，在现阶段他一定会控制的。但美国也会真的让台湾去搞台独，去激怒中国。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变成假统一跟假台独。在台湾的选举啊、哦，他常常会投给这个党，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个党，而是因为讨厌另外一个党，所以因为讨厌这个党才投给这个党。那投完以后就开始后悔，因为两个党除了统独意识形态以外，其他都相同。那、啊、可是，其实统独你知道吗？在笼罩整个台湾政坛，大概60几年，对不对？可是我后来一直在想，它还是个假议题。为什么？美国不可能让台湾去跟中国真的同业，在现阶段它一定会控制的，会抑制的。但美国也会真的让台湾去搞台独，去激怒中国。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变成假统一跟假台独了。啊，可是问题是哦，假统一跟假台独，它算是假的。可是它弄假成真，你知道，它还是真的很明显的在影响整个台湾的政治。你有看？那个柯文哲所讲的话，对啊，对啊。伊在讲台湾，伊讲台湾就是讲中华民国啦。
啊，伊有讲对有讲唔对无？美国不可能啊、哦、让中国跟台湾统一，美国一定会中国甲中华民国统一，伊袂叫台湾独立，不管你中华民国要独立，迄无可能用统一啦，啊是台湾自己要独立，迄叫无可能，那是不可能。所以伊即个食议题啊，食、哦、台独，食统一啊，伊、哦、毋是干安尼，迄就是伊选以前迄所讲的，毋是干安尼。中华民国而且毋是啊，逐项拢假，因为无中华民国。选举讲民主，迄叫食民主、食选举啦。哦，即我等下去讲啊，较详细。所以讲，啥讲美国，即两天陈水扁又搁出来讲话啊。陈水扁，台湾政府人大都知影讲，伊是美国总统官。哦，啊讲开始会讲啊，讲差不多今年的年中节啊，哦，是甲年底节。中华民国要选总统，要去美国面试。啥时候做美国面试？我伊讲柯文哲啊，是啦，韩国瑜啦，三位无啦，吴敦义啊，啥要去面试？连陈水扁较早咧选总统的时阵，要去面试。连即摆的选拢要去面试。毋过，因即摆面试有效无？无效。较早对李登辉调总统了，美国以台湾管理法，美国总统啊嘛派贺电。了后有出一个，咱去台湾出一个高人去告美国政府告赢了后，奥巴马哦，就台湾管理法下伫边啊，伊遵守旧金山和平条约，所以蔡英文选第三条，奥巴马派贺电向伊报告，所以美国总统无承认中华民国蔡英文伊这个管理断掉，这作明显。如果蔡英文以后承认。哦，美国总统用补派贺电，我拿来讲笑，叫补派贺，迄无可能啦。哦，就是无承认美国遵守法治，了解讲，哦，伊咱台湾民主必须有一个原则啊，告啥，伊也去遵守。所以咱拢讲来讲，大汉都来讲美国，咱必须要去坐迄五个月，哦，去有鉴定，哦。金建修啊，这个出来了啊，伊去报道，去报道的时阵，你看秘书长所讲的这个话，我嘛来讲，咱要看新闻来看，讲伊本人所讲的话。如果啊假，啊如果假也唔对，就马上出大事。你要看什么？应该还是需要到这个派出所来进行报道。台湾民主党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我们在美国有登记。我们并不是一个诈骗集团，并没有像这个检方或者调查局所说的被驳回。我们争取的是台湾国际地位的正常化。你有看无？这新闻咧报，咱入去讲有登记啊。如果无登记，叫咩啊？咱也无再继续遐上。啊，必须讲伊是诈欺嘛，啊，诈欺你啥？尊公必须有诈欺啊！啊，阮江苏是算啥物事无？帮助诈欺，迄煽动者媒体煽动者所有人，阮来做作战的，毋是？咱所讲、咱所做拢是真的。啊、哦，要你讲这个时阵吼，咱要一个台湾民众，咱要一个大楼在电动无？面对着台湾民政府无？你有去啊看无？西元2008年二月初二成立的，咱台湾民政府。伊2008年二月初二成立，要成立，而且讲要好成立就成立呢。咱来向美国军政府报备，伊成立后，咱就成立。成立的时阵，全世界拢知，全世界国家政府拢知。如果恁若反对的人拢反对，讲这台湾怎样反对，结果有人反对，无人反对。啥人唔敢反对咱台湾政府？你也不知。咱台湾民政府以国际战争法成立的政府。如果你也反对台湾美国军政府台湾你要承认，你就反对国际战争法，你就是甲联合国作对。所以咱承认无人敢反对，即咱去看。啊，咱讲过啦，咱国家用 USMC 就是美国军政府台湾民众咱上加的，咱就是拢保庇，咱拢协助，咱拢以国际战争法承认的，连咱的所签的。
咱个人的身份证，吼，台湾迄美国做的是用台湾政府身份证，吼，啊，咱的车牌也是用美国军政府、台湾民政府咱的身份证后壁，咱无依这国际正常所成立，吼，这条件成立，早规个就无味啦。是啊，人会来破坏，是啊，人会来抗议，是啊，人会足侪人会来对咱台湾政府无好。如果台湾政府假，自然得到无义啊！咱是真诶，来抗议伊就是证明咱是政府伊啊来抗议。来遮反叛就是中华民国叫伊啊遮乱诶乱啥，要办一工一节，破坏脚步，互咱台湾所有住伫遮诶办一工好啦。吼、哦，即我甲你讲吼，咱诶要求就是说，台湾诶国际地位正常化，吼、哦。咱就是要求这样，台湾地位、国际地位也正常化，带台湾的人拢正常，吼、哦。即摆你讲中华民国，摕中华民国身份证，拢无正常啦，因为迄都无个物件，你搁摕伊个，吼、哦。咱来甲今年上重要就是，咱这一个进步进展，就是咱开国际记者会，咱台湾省咱那里，吼、哦，举办个伫台北市个板桥。咱基本迄间人也是抗议啊，是爱要抗议，惊全世界人知，全世界拢知啊，惊啥人知，你知无？惊台湾的百姓知啦。是啊，那咱开这记者会拢啥？咱记者会内容就是写这，啊、哦，本土台湾人的政府就台湾是国 government 的 TCC， 要主要占领韩国、美国讲。ROC 就是中华民国甲 TCC 啊签中战协议甲和平条约，这啊正式结束二战。啊，台湾参加二次世界大战有，所以这是咱要要求这。第一方面，要全台湾讲中华民国目前甲台湾民政府是敌对，啊签中战，所以你用这个名义了，阮。必须要甲封存、甲电子收集啊！伊这是违反的哦，因为敌对的时阵，无签签这中战协议，伊袂使判的，大汉拢袂使。台湾政府足侪人也无去注意看这点。啊，咱也是要遵守伊目前管理当局，所以必须要出庭的时阵，拢继续出庭，哦，继续出庭，哦，即摆后一庭就是今年嘛，二月十五，同阮拜咯。哦，有机会，哦，希望大家去听，去遐看，哦。啊，所以讲，你看这个时阵，这个中战协议，像我来甲旧金山和平条二 B 啊讲，哦，迄个我讲的完全详细的时阵，就是讲，这个记者强调是咧讲啥，哦。啊，咱讲的这個、中战协议，哦，这个咱未做袂了啊，哦。国际上吼，日本有两大媒体，美国四大媒体咧报告咱的台湾政府伊一个国际记者会，毋是假的尔，各翻几间尔，34间，日本总共有34间，大大细间有34间哦，报台湾政府签了中战协议，日本人拢知啊，真危险拢知啊，甚至日本即摆讲啊。因日本伊来设一个，设一个啥？台湾关系法。这個、台湾关系法无干，这是友好的台湾关系法。因为台湾这块土地是牵涉到离日本天皇遐就是遥远的，甲日本即摆政府日本遮所有的土地也是日本天皇的。哦，这拢伊有一个法律上的迄落，所以你看这时阵，哦，我等下讲是属于啥，所以讲。咱拢有咧讲理想，理想，即日本也成立台湾关系法的时阵，是属即个伊的条件，豆豆也走出来。哎，我开始是讲一个迄落，我前囡仔，我才十个岁囡仔，国校四年时阵，我伫市场大汉，阮爸就伫吧，市场我人足济，啊下晡时啊生意较无时阵，生意人啊放松来饮酒，酒啉落当来讲话。会山会水啦，啊！我当阿讲，我就是做那时，就捌听伊讲，讲无政府二经国的。我做囡仔足好，足好奇，我足巧。
我奇怪，35政府是中国的，啊，我去问迄讲的人，迄讲的人唔敢讲，伊酒啉就讲啥话，佮我问唔敢讲，边个人有啥物唔敢讲？唔敢讲，我就白白对对对，对佮人无人，我大乱。阿伯阿伯，你当啥时讲无政府是中国的？伊就话讲，啊，那当然啦，伊提出伊的新闻节，中华民国新闻节，这就是即摆版本，较早版本也是无同的。同款是写国民新闻节，你毋是中华民国公民，是国民。这张新闻证内底毋敢写政府，哦，就是这啦，无政府是中国民，来讲中华民国的国民新闻节。啊，这个国民甲公民我分袂清楚，我来甲台湾政府啊，豆豆啊，区分三十公民国民。你甚至我哩一九八三年二月初二，今仔二月初二，我去做兵。我甲伫1986年二月初退伍了后，我去户政事务所请，做请新闻证。伊摕这张国民身份证哦，我讲哎，唔对啦，你发唔对啦。我已经大啦，我已经20几岁啦，爱发公民啦。伊讲大啦，迄阵我就无变机啦。公民甲国民，咱分袂清楚，所以讲。中华民国要立宪，宪制作势，我拄仔讲，加选举，加民主。中华民国，你要选举是咩？你公民爱有选举，毋过你要投票时，你用早叫你早张国民身份证，就是讲中华民国而且举办的选举，就是加选举，加民主。因为你台湾这选举的人，毋是加本土台湾人，佮有中国人人招会。咱敢有可能厝迄分财产来叫外口的人来人斗讲无可能？是啊，台湾人才讲台湾只啊一寡权利福利，是啊，拢用中国人做。哦，像即摆韩国伊选调嘛，哦，啊，要我讲的时阵啊，佫有啥？哦，侯友宜，哦，侯友宜这刑事警察局呢，即我讲的一寡，一个迄落这上无歹讲伊作祟，哦，伊拢咧做出来讲伊作假的，对刑事判案作假的啦。啊，小小的地下之争，伊都无在乎啊，故意就发生啊，对呾讲着出来笑啊，所以讲，你这个身份，你着知影中华民国，才叫加选举，你毋是公民，你去选举，啊，美国也去有混乱，还有影啊，这美国拢知啊，美国也毋知，上简单，中国人来选美国总统，美国会去。中国人去管理唔代表咯，中国人连中国选举啊，讲阮咧选，即摆目前美国总统选调查讲，伊过美国总统爱做，因为我十外投票出来，比美国的人啊较侪，哦，这就是一只看伊的真诶甲假，所以讲伊毋是伫遮，中华民国毋是伫遮骗，去骗人，去骗人诶所在足侪，伊个证件，中华民国伊讲诶有效诶证件。伊个证件面顶有底印啊，这底印啊是叫做伙章啊。三是真个证件，三是假证件，恁来去看，你来去了解吼、哦。真甲假，咱来去区分个清楚了后，你也知影讲中华民国伫遮个证件真个是假吼、哦。你这底条吼，这国就无伊啊，都无中华民国这作为个物件，就是咱穿咱个邮票寄出去无底印啊同款。啊！恁搁看一个伊个驾照底咧出咧无底就变中国有嘛？即证件是假，吼、哦，毋是假姓名。伊个印章底底中华民国即几字只啊，吼、哦，你搁看到伊个证书，中华民国底无着几年几月几日啊底条咧？中华民国无到30几年来，到38年都无啊，即底条即个字就是。所以讲，全世界无人承认中华民国啊，毋是讲无人承认中华民国啊，对，足侪拢毋承认啦。因为就是无摕中华民国，住伫遮个本土人足悲哀，因中国人摕着无悲哀呐，是咱摕着足悲哀。啊，即个就是中央大学共款底条咯。你像这营业登记证，共款底只。哦，啊，算是真个证件，你知无？你去互证课。咱要穿安尼，互即根本衫有诶无？伊印号底后壁，袂底字字诶面顶。恁有摩托车啊，还是车？行车你摕起来看，
因那城外底是啊，第二，这叫动产，第二个人财产是真诶啦，这台车是真诶，真诶甲假诶物件，恁爱看足济，看了你爱啥？我常常讲，咱民主去炸一张，吼、哦，会证件，啊，毋是国民，啊，毋是公民，迄张叫车全民，哦，这张够我趣味，全民健康保险啦，这张啊，啥啥全民。真正全世界人爱用，即 LV 网络上有讨论啊。全世界人爱用啊。今年澳洲再一寡人民来台湾医疗，澳洲无医疗，走台湾用咱塑胶的健保啦。咱一个月健保基本上，你啊换防晒衫也是无做的，740块，足贵的。你讲700几块，你讲投资伊这個、这个呐？保险安尼啊吼，人寿险、人寿健康医疗保险，一个月700块，一年8000外，几万嘞。我来讲好无？保险所做啊，甲迄便宜做啊较好。是安那，咱感觉遮好啊，做甲利益大啦。平常啊，中华民国做利益大，也无好。哦，所以这全民健保保险，你啊讲你啊看，全民健康保险，啥物人用上济？中国人。尤其中国学生囡仔过来用上济，台湾一挂好康的中国学生囡仔开读大学，一个月30000读大学，离台中的五峰亚洲大学，一个月30000，啊，读研究所企业家国补助2万到5万，我一个月有个人一个月赚无30000的，因遐读，啊，佫咱有个囡仔叫注册贷款，伊唔免的。保险都用免惊的，啊！咱台湾遮的囡仔去中国读书，爱是囡仔读书免钱。中国唔知，中国以后足愿意我甘愿大家拢做中国人无哩。中国所赚的钱拢是台湾遮所有人，大家要做因的啦。敢有可能？无可能啦！伊要来饲你，互你零二零二未来要饲，所以伊爱啥物件？所以咱去了解遮的时阵。咱是啦，台湾做团的人，爱照顾伊在地中国人，像韩国瑜啦、何友宜啦、马英九这些啦，故意啊，因中国人拢咱来吸引啦。爱有感恩无？唔知咧，哦，你计有感恩无？要来，甚至话唔知影讲，伊替中国人去做代志，欺负台湾人，哦。啊，这卖讲，这是一个社会。马英九承认中华民国死亡，下边就是洪仲秋命案废掉军事法庭、军事监狱。中华民国已经无军嘞，中华民国军嘞，已经即摆拢美国政府，系啊，指挥美国政府控制。啊，马英九承认中华民国死亡，啊，伊做啥？希望总统迄阵伊做总统，有趣味无？毋是讲马英九讲的洪秀柱啊，讲不能说中华民国的存在啊，已经中华民国已经无存在啊。对无，啊！你还阁看啥？连这个叫蒋介石，1950以后讲啊，十月又讲啊，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啊！中华民国咧，1949年就灭亡啊。人因拢知灭亡了后，阁往日咧讲，因中华民国在台湾开始咧西南人闹，哦，这了厉害。所以我来讲，回到原点是咱讲中华国际法，咱来讲就是讲台湾的近代史。离日清甲澳战争，日本甲清朝战争，哦，啊，将伊牵着到台湾这个土地，迄阵台湾是一个殖民地，所以日清甲澳战争，清朝战败，甲日本，哦，伫下关有签一个下关条约，哦，中华民国当时马关条约是伫下关的马关港签的，伫1895年4月17日。到这时间是1895年6月7日，到这地点是台湾基隆三条甲大海，哦，这是共和条约，所以讲，而且共和的条约是较重要，你来看，条约所写，咱爱用英文版文书，哦，啊，这是咱啊翻译过来，中华文的，这是下关条约。写也是杜勒斯，旧金山和平条写是杜勒斯，是一个阿公，一个孙啊，
哦，是杜勒斯，杜勒斯家属下美国的一个杜勒斯国际机场。你看这个条约所写是大清帝国的大皇帝，马水华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这就是皇帝甲皇帝的签约。哦，啊，这你看，就是咱买的。哦，你像目前我一栋我厝，我厝的厝甲土地所有权谁的，你知无？哦，我甲阮太太装的，是两个，哦，这叫共有的，哦，啊，我囡仔住伫遐，伊是住伫遐，伊无伊用住伫遐，因要买卖这间厝，因无资格，这间厝的买卖资格就是我甲阮太太，这所以讲所有权，所有权要搞清楚，哦，所以这是皇帝甲皇帝的签约，啊，签约的物件。将所谓讲永远留日本，这就是咱买的时阵有写名，写名了变甲方甲乙方，这是个真的。日本就是日本天皇，哦，迄皇帝甲皇帝，皇帝伊要有所有的权利啦。像中国皇帝吼，伊将伊的权，伊的管理土地人民的宰相，日本天皇哦，将伊的土地人民管理到首相，英国国王到首相。泰国皇帝吼，从管理权交总理，所以讲伊爱去看。哦，啊，像法国甲美国用总统，哦，总统就是因选调时阵，就是代表伊个财产权，代表就是讲即摆上调，就是伊拥有，吼，即个川普调嘛，伊就代表美国个财产权，代表就讲伊拥有伊个管理权加伊个领土所有权是即四年伊个代表。所以伊伫遮时阵，你爱去看着讲，连迄阵奉天的南平，也伊将遮拢挂永久挂入日本，哦，是安那，我跟你讲的时阵啊，吼，是安那奉天遮拢搁挂的日本，结果奉天遮挂的时阵，德国甲迄个外抗议，讲奉天这个所在是清朝根据地，毋是殖民地，袂使割让，台湾是殖民地，会使割让。永久割让，哦，所以日本到尾搁甲签条一个反南，嘛反迄个辽南条款搁协议，啊，赔一年来2000万两的赔偿，来3000万两的赔偿，哦，这个协议，哦，啊，所以讲中国人当作爱骗，中国人伊对待历史哦无相信，无相信的时阵，恁若看中国史的时阵，恁上头去看到哦，清朝卖讲哦。明朝、宋朝，吼、哦，还是东朝，哦，圣旨开封无，奉天承运，皇帝诏，你拢听奉天有无？迄是清朝皇帝，还是奉天出世的啦？所以中国人也真敖骗，真敖骗，对待历史也毋知。伊当作皇帝是天顶来的，哦，明朝、宋朝迄毋是，是清朝皇帝是奉天，哦，这咱要讲着就是安尼。啊，这是到尾便宜，便宜了再便宜，就是讲伊挂牛的所在，伊附近的全岛。结果日本天皇这个下关条摕到时，日本籍的百姓所点到的，一看才知讲，台湾三分之一，这边西半岛差不多三分之一，还是清朝殖民的，三分之一下侪东半岛这边，吼、哦，拢是。原住民，所以日本天皇啊，将这个所在，吼、哦，伊前人讲迄落啊，伊迄落婚姻相结三月无，甲日本吼、哦、通婚啊啥，啊甲一寡福利互伊，啊有诶无诶时阵就用征服诶，所以来到伫日本诶时阵，要将这台湾完全用起来时阵，确实着有一个战争叫做。不下事件，迄就是阮南投仁爱遐，吼、哦，你捌仁爱遐是毋？你看到仁慈观，仁慈观较早叫番禺街，啊，即摆改做仁慈观，就是遐无同个个无同个所在，吼、哦，啊，中华民国台就是扭曲，即个番禺个闽南，即个番禺个闽南，番禺讲外来物件，也是外来个人，吼、哦，像较早有咧讲番仔火、番仔鱼，吼、哦。吃物件，番仔鸡、番麦，这拢外来的。哦，你像荷兰在台湾时阵，人讲伊
暗码头，即摆的水泥啦，叫暗码头，就暗他们的炸来的土，叫暗码头。啊，咱若要人讲暗摩法，哎，暗他们的外国人啦，哦，汉丽花是翻国啊，外国的小姐，哦，这翻不是咩啦，是中国来甲甲讲这翻扭曲的咩啦，哦，所以讲你要去看一下，所以规个台湾建构完成了，哦。台湾是一个宝岛，哦，你来去看时阵，你看顶年农产品拢足俗个，因为无风太热嘛，风调雨顺，哦，水果三月拢迄落，哦，台湾是一个宝岛尾啊。咱捌听讲台湾是阴卡巴，台湾是阴卡巴个时阵是1935年，迄是日本伫遮个基本个世界博览会，迄外轰动呢，轰动到咱全世界拢知有330。几万人来参观的次数，哦，啊，台湾是用卡巴是迄阵啦，咱台湾的钱当大是2块换一块美金，就是咱是大一军帝国，所以台湾是一个报道了以后，日本天皇啊以万国共法，哦，啊要来方便化，哦，就是对1937年4月7日，哦，开始来方便化。即要方便化，伊毋是讲要人方便化，伊人讲就好啊。伊也是爱全世界人讲，台湾即块地殖民地了，伊建构完成啊。要将咱台湾的百姓受日本教育、日本制度、吼、哦、日本的规矩啊来做，啊就开始难做。所以来到1945年4月7日，伊也是实施一个平定法，就是明治宪法，啊，即个明治宪法，即块地啊永远变日本天皇。这块地永远对殖民地啊变到所有权，哦，所以伊里叫人参政权甲参政权，三是参政权。之前咱讲高山义勇军来到了1945年4月7日，哦，与这边里向吼日本开始人会使人征兵，之前拢募兵啊，因为台湾这块地啊毋是。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土地，对人民伊袂使征兵，会使用募兵啊。所以阵叫高山义勇军，甲1945年4月7日开始有征兵的时阵，啊，改到叫做台湾军。哦，即台湾军甲高山义勇军你也分清楚。啊，参政权是安那，就是咱派参将义勇去日本开会。所以咱即块地道，即块地爱以万国共法，哦，啊变。即、这个明治宪法实施了啊，变成日本的天皇了吼。即咱来去，咱来讲过。所以拄则我来讲，红色的衣服吼，迄、哦那个咱代表是军事战领旗，好台湾政府是红色衣服代表日本，是日本天皇的。所以你看啊，足清楚的是，你知咱这块地是一属，就永远就是日本天皇的。所以这个方便化了，你去拄着你。2014年的时阵，因个选举也着发，侯伯村讲柯文哲李登辉，因爸爸妈妈是日本天皇方面，三叫方面，你知无？你1945年4月7日，你有登记的有日本名、日本姓，像阮阿姨叫阿启科，迄个叫日本名，所以阮阿姨就叫做日本天皇方面。啊，你像阮爸爸，伊无日本名、日本姓，伊就是姓名，方面甲姓名你也分得清楚，啊。咱就是日本，咱遮就是有诶是日本时代出世诶，你是日本天皇方面啊姓名，过来就是遮就是方面甲姓名啊后一代我就是啊，哦，所以这方面话了，足侪人听到民政院论述讲这日本天皇有诶，结果足侪人来上课。中华民族同款，我哩讲过，拄着伊惊，但是我毋知伊要用新闻，伊用啥新闻看这方面话，方面就好伊，毋知。用台盐的，咱即摆食台盐一包15块的，迄就是啥？你知无？迄就是盐丹啦。你捌听糖丹、酒丹？你捌听盐丹？迄个盐丹就是化学的，就是食。哦，这新闻有看，就化学的。所以台湾地区只医生讲，台湾西药最凶手就是台盐的啦。安有恐怖？咱2017年九月去参加联合国。高金素梅伫九月初七日伫法院讲啊，台盐的甲啥物盐做出来，
迄种洋食着吼，比起个核子弹拍着辐射较严重。台湾还佫一个真那样，小细看看咪三十偌济，哦，足贵个哦。迄食着比起核子弹的迄辐射电用料啊较恐怖，迄食食变生出变肿，很恐怖。台湾要做物件，确实你爱去看迄个，所以这就叫洋蛋啦。糖蛋是啥？人工果糖。你有捌听到色素哦？食用色素，哦，食用盐酸，食用这两字，你中华民国一般来讲，叫化合物、塑化剂。啊，你捌听食用酒精哦？捌听过。啊，要打通买上侪，你知无？你开2500，去超市的就有啊。哦，红飘飘的米酒来对一下，精致食用酒精。这个米较早无呢，迄是我上好，即上个要两年啊，靠到尾啊，台湾分酒公司佫加一个米，你有加话，即也是用食用酒精，也是化学的。所以一寡高山，一寡啊，朋友较早饮真济，所以造成咱人的脑化，肌肉受伤足大啊，就是这個。伊佫里写哦，食用含酒料的米酒，一寡大字哦，即摆有咧错，化学伊变用啥食用醋。哦，所以讲你食用这两字你要作注意，啊，所以讲台湾是安那拢食这食安问题，这比国较好，我去调查这中华民国这干对，哦。我今日讲的就讲大谈啊震惊，就是伫1940年12月7日，美国国会主席啊，美国国会足大，因个国会有敢会大过总统，因入一寡法吼，那总统也准许。啊，即个伊对日本宣战，就是着珍珠港，吼、哦，甲咱大日本帝国去拍回日本三个陆的队。1940年12月7日啊拍，吼、哦，咱去拍珍珠港，毋是讲遐头拍呢，美国讲的，我咪去拍，是美国毋相信咱尔呢，叫拍着以后，美国总统迄个文件毋敢藏，毋敢现的，即摆拢会现迄个文件出来呢，咱毋正式啊。大日本帝国咱要拍美国，有外讲是外讲的，吼、哦。所以对遐开始，吼、哦，美国国会对日本宣战，对遐开始是安那对日本帝国军事行动，别个国家拢无帮助美国，是安那，你毋知？欧洲迄边法国、英国，吼、哦，足强的荷兰，遐足济，是安无帮助美国。欧洲政府这边甲亚洲遮，德国甲意大利咧拍。哦，希特勒拍足厉害，席卷欧洲。法国也向灭掉，法国的政府也是流亡政府，走到英国伦敦啊，英国遐个灭掉。而欧洲的战场也是美国的斗法，出兵的斗法。亚洲这边大东亚是上在帮助伊，无人帮助伊啦。所以美国一个单独去拍到足济人啦，全世界拢美国去拍，二次世界大战。所以拍到尾啊时阵，来到1945年8月7日，吼、哦，经过迄个四年啊，8月7日前到美国两粒原子弹，离长崎甲广岛投落，死伤足大个，日本人有惊着，遐阁继续等着规日本来亡国啊，人口拢啊灭掉，所以赶紧无条件投降，吼、哦。啊，对日本台湾的军事行动，你啊看是美国单独个，我再讲明听，就是单独个，吼、哦。啊，所以讲日本投降了，美国依照。美国的军装署的战争法内底规定，对敌境的占领成立美国军政府，对占领地区的行政、立法、司法进行管理甲监控。虽然美国委托的蒋介石集团的中华民国主要战争高层来代替美军接受日本军队伫台湾的投降，毋过主要战争高还是美国，哦，毋是讲亚洲这边啊。欧洲这边也是讲美国战争，你有看啦？你有听啦？美国甲德国的战争嘛，拢大部分拢美国出来喎。咱拢曼彻斯特路三会，到尾拢美国出手的，英国是离遐，离遐斗合作的，拢是美军。哦，所以讲你去看一下，这行政、立法、司法的进度，啊，进行的管理甲监控。即摆日本政府所用的日本政府的宪法，伊日本也是伊。和平憲法就是美國在用的和平憲法，日本也在遵守和平條約，咱台灣目前在遵守舊金山和平條約，你不知道。
所以你看这个以后，你也知影讲，你伫遐看，你八月十五无条件打红你啊！你一九四五年九月初二，日本天皇下行书了你呾，你美国的迄落，你日本的东京湾啦，美国的鉴定院长秘书李健遐举办签这个仪式，这个就是九月初二到这个啊吼，中国政府啊伫迄个南京中央大厦啊十月二号，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号是中华民国领导人接受的仪式，所以这个一九四五年九月初二了哦，麦克阿瑟就是从一号命令哦，这里要签啊，这就是记录上去，这就是发布一号命令哦，李秘书李健哦，秘书李健伊讲就是讲北纬十六度包含安南，就是越南十六度以上的哦。甲中国车由周介石吼，代理占领托管就对。除了中国的东三省，东三省就是苏联迄阵接管的时候交了共产党的共产政府的共产政府，一个国民政府，一个共产政府，一个中华民国，一个搁满洲国。迄阵中国有四个民政府，我较早我记得，自从一三年我就讲满洲国也是一个民政府。我来讲啊，你会记当这个一号命令这个，你这个你去签日本时代秋草本是签到今仔日，一九四五年九月初二以前，日本办公办到今仔日。是咱所签的秋草本，因为日本天皇伫八月十五无条件投降，你要赶紧，伫台湾这六百外万的人口赶紧才让这天军去操持的。短短十外天，六百外万人的人口，天军操持的。有一半是为人去比武，哦，所以咱的清新文件就是一九四五年九月初二以前的日本时代秋草本，正本日本摕回来，甲咱的台湾的建设蓝图，日本所规划，哦，你像讲国道一号，足侪拢是日本规划留落来，哦，这你要去看，哦，所以来到十月二号才接受占领。哦，迄阵我讲托管是谁的地向？托管是台湾是什么人的地向占领？这拢伊拢袂讲，就是日本天皇的地向，托管日本天皇的地向，向占领。哦，这个伊啊，但讲光复者，结果伊来讲，哦，讲咱是军事占领向占领开始，伊来讲光复者。咱所讲的，咱所在全世界飞机上好是日本对无？哦，人日本车祸啦，火车车祸，人拢作飞机的，拄着地震啥，人拢排队啥。全世界飞机上好记录也是日本啦，记录伫台，你敢知？记录伫台哦，只伫台。你1945年到我前，再来到你1945年十月二号，十三天，哦，第嘛好十三天啦，台湾无人犯罪，你敢知？因为投降以后，台湾无部队、无警察、无管理，无人犯罪，世界纪录飞机上好的台湾。所以我迄阵拢听阮爸讲，人日本时代暗时门无关，贼仔袂入，即摆贼仔有足济哦，车下伫路边啊，向玻璃敲破啥物个无个，人去偷摕物件，偷摕无成啊，要互抢。这飞机是上炸的，是中国炸的。当然，飞机作好是很破啊，较作歹啊。哦，你开看者你就知啊。这理由吼，美国对台湾也是主要占领韩国伫咧一路面咧。平平，你有哪有去听着讲哦？麦克阿瑟哦，迄阵蒋介石讲伊也是有心上将啥物无个？是啊，蒋介石咧听麦克阿瑟的命令是上较大。哦，这就是哦，有一个真重要的，会另外一寡，咱莫去了解遐多，咱先去看台湾这地区，你就知啊。所以今日看了后，就是讲这水盘，哦，蒋介石吼协助主要占领韩国来占领台湾了后，要等到日本签和平了，要改变台湾法律上，毋是当咱投降了后，从台湾主权过中华民国，你要过互伊，一定要有条约啊。签下关条就是，你讲哪关条，拢有条约啊。像咱买卖写有契约书了后，去办登记啊，共款，拢无就用变你个。
所以讲，迄阵蒋介石来的时候，伊是中国合法的一身份，伊的另外一个是次要战略反攻。哦，啊，是啊，等到条约签了，条约签了，等到当时，等到是1951年9月7日，美国旧金山有签了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是1952年4月28日。内底才有52个国家，内底啥无中华民国甲中国？中华民国建立五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伊无参与战争，哦，所以内底因两个无签约。啊，内底有签的，无签的三个国家无签的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这三个国家无签。了后有46国等于国会批的有通过，有三个国家无通过，印尼、哥伦比亚无通过。即个国会无通过，所以正经即个旧金山从签约内底有通过有46个。即目前以战争所有签约，吼签约的战争的合约上底还是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牵涉到台湾的地位地带，而且旧金山和平条约二米、四米、二三米，咱的台湾这个新闻上内底有写。咱以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二米、四米、二三米，二米的写啥？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权啦，哦，所以你看是日本天皇，伊袂迄个挂号啦。如果旧金山伊也讲日本天皇无这所有权、主权，伊就写日本天皇。哦，啊，我来讲，伊放弃台湾天皇出来了以后，我拄仔来讲个，咱今年记国际记者会。日本放弃这里后，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和平条约1952年4月28日生效了后6点钟，日本政府有甲中华民国有签订中日合约的台北合约，台北因准讲伊伫台北，中华民国伫日本的台湾台北伊也承认，啊，伊就是甲伊签了中日和平条约，日本政府有签啊，所以放弃台湾平和，台湾平和这人甲中华民国签嘛无，啊，你看有啊无？所以美国讲，咱法律要读得较深的，是啊，法律要读，唔免做。你也用心去看吼，法律是死的，作假的。你也去了解，你也作好去看着。啊，人会变，法律未变，你也变。啊，所以台湾朋友之后，甲伊签中断协议和平条约无。所以，哦，咱嘛去要求美国讲，中华民国甲咱台湾政府爱签这个中断协议和平条约。啊，二米，哦，啊，四米就是讲日本政府对，啊，美国军政府对日本政府的一挂财产处分，就对战败国迄落。啊，旧金山和平条约三条也是写，美国是日本主要占领权国，这个台湾这个就是咱来改起的，哦，咱台湾也是日本，哦，要咱上头讲较清楚，哦，所以你去请日本时来，就像阮如个共款，哦，所以二米写讲啥？1925年5月25日，蔡英文要选新北市长，迄阵也是民进党的党主席要选新北市长，伊出版一本《流亡政府》也10周年。佮讲啥？后壁蔡同仁以后讲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国际法内底，你若看这个新闻，你看到，当看到恁的笑。台湾的定位跟主权争议，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这样诠释：中华民国究竟是？带给我们这个社会什么样的冲击？它是一个流亡政府在台湾进行统治。总召蔡同荣充当蔡教授，从历史说起。在1951年签订这个旧金山合约，讲叫日本放弃台湾哈，但是无放弃哦，什么人都无讲，当然不是放弃哦，这个中国哦，所以这个国民党来统治台湾。以这个国际法的这个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所以蔡英文讲伊是流亡政府吼，这也无什么唔对。你有看因拢知啦，这是我家己主要讲话啦，这还佫有国民党、民进党一挂立委作出伫遐啦。啊，莫讲蔡英文，你知啊？伊来统治台湾啊，是安那？伊要帮助中国人来统治。啊，伊讲伊是流亡政府，伊会做啥？流亡总统。对，一个西方总统，啊，一个流亡总统，啊，这是流亡的鬼。这蔡同仁，我拢较有熟悉啦。我捌上台时阵，久久啊拢讲一届。2013年3月，我看这支片，我捌打电话给伊啦。我讲台湾无汉奸，你知道吗？打电话给我。
买十部，我确定伊拢买阿姐，啊，即摆过往年，吼，即人你会感觉讲，为着伊一寡问题，造成台湾足大问题哦。伊也较早讲出来，台湾会搁较紧，搁较紧，吼，甚至我伫讲啊，陈水扁迄个三万人关，伊拢知，伊也讲即摆中华民国要选总统，爱去美国面试，歹讲，规个台湾会真相。伊做台湾自主做到共鸣的呢，了做到向官伊拢毋知，毋知啦，吼。旧金山后面啊，四米就是我伫讲的遮，遮落的时阵，美国军政府开始处理遮代志，所以伫顶年2018年六月二八，川普通过财政法案，就是要对遮是散三户，电视有水，吼，电视加安尼尔，要对。遮166间的财团法人，吼，啊，到包括酒精度基金会接收是散遮，毋是加遮尔，连反共救国团、宋美龄的迄落妇联会，伊遮是哪管控三有诶无？所以遮物件就出来了，吼，中华民国伊知影已经去啊，因为咱知影这吴依林事件，我拄仔讲诶，咱甲上个部开会了，伊也迄落。所以起诉马英九讲的起诉原因，就是讲马英九赞助弊案这啊，哦，佮甚至台北市银行属上个卖富邦的啊，大金的卖富卖细金啊，伊讲伊用向起诉，就是讲伊关陈水扁嘛。伊讲马英九陈水扁毋是官的，啊陈水扁上官的，哦，你爱看这啊，陈水扁后摆叫人秘书长去。请求美国总统莫来关，你来看讲，要求中华民国管理当局就是马英九莫过来关，马英九甲美国无关系，你看，好，你来看起来。好的，之前呢为您报道过，这个前总统陈水扁要撞到美国政府一案，而日前呢已经被美国军事上诉法院驳回，也就法院提供陈水扁诉状也首次曝光。这个陈水扁呢在诉状当中自称是美国军政府代理人，他要求美国出面撤销判决。到底这个诉状内容是怎么说的？而法院驳回理由又是什么？接下来看我们特派张国华来自华府报道。陈水扁撞到美国政府的案子，上星期已经被美国军事上诉法院以没有管辖权为由驳回。但是记者从法院获取的诉状显示，陈水扁根本没有对奥巴马总统或盖茨国防部长提出诉讼，他提出的只是一份旨在祈求美方救助的自贬身价的陈情请愿书。陈水扁在诉状中坦言，他虽然曾任中华民国总统，其实是美国对台军事占领当局的代理人，或者是美国军政府委托治理台湾的民事首长，因此他担任总统期间一直奉美国在台协会的旨意行事，即使这些指示不符合总统的角色也在所不惜，请求法院下令美国军政府承认他的代理人身份，承认他吃官司蹲监狱都是因为担任美国军政府民事首长的行为所致，因此美国军政府应该指示现任台湾民事首长终止对他的政治迫害，撤销他的无期徒刑，恢复他的人权和政治权利。陈水扁的诉状可以看出，他不仅不是台独，而且效忠的根本就是美国政府。中天新闻张光华、钟丽婷，华盛顿报道。你有发现陈水扁效忠美国政府？我妈讲，因咧讲两岸一家亲，咱是美台一家亲，咱是美国军政府、台湾政府，哦，咱的校长是美国政府啊，哦，即个就是美国总统啊。所以陈水扁咧讲足详细，伊听令于 AIT， 伊上军事法庭过了就无唔对，伊是台湾，伊是中国台湾管理当局，伊是伫国务院遮出来，伊爱找国务院，伊就台湾管理法，啊，管理当局。所以你遐伊甲作清的时阵，是爱遐听 AIT， 但随便听看到 AIT 啊，正是上班遐新闻，美国前头蛮立正当啊，尤其对着遐处长、秘书长，即摆 AIT 的处长是啥？是迄落李英杰。你看蔡英文八月底见面，你有看无？详细主啦，详细迄落，即伊讲的总统府。即 AIT 的处长，对无？啊，美国人，你知无？美国人，伊毋是毋知国际礼，伊知啊，是爱嫌翘翘脚，对无？表示先生啊，我讲啥你爱做啥，
所以伊也是教授啊。你顶年二零一八年九月天三，中华民国总理时，伊啊这万个啊，唔知讲啥作袂爽的，伊迄动作作歹，你等你看一下。故意的，对无？迄个动作故意的，每走山，你也有迄种嘛？哦，迄个足故意的。人讲咧，鬼吹牛，我感觉是无啦，是迄个动作，听差的。哦，啊，就是处长来吹 ，AID 的处长来吹，所以也知影时间到。哦，知影时间到。哦，啊，旧金山和平条约三条 A， 美国是日本大陆主要占领韩国。咱拢是大一本，台湾拢是大一本地图，日本天皇的所有权，所以伊地啊叫占领，这无人敢讲嘛，对无？美国毋捌讲，吼、哦，但这边也讲，伊是台独啊。啊，台你若要台独，台湾人要独立，要拍赢啥？拍赢美国啊，占领韩国的人啊，毋是甲拍赢伊了，还拍赢啥？还拍赢日本啊？啊，如是啊，美国拢讲独立代表政治。美国的国父华盛顿与美国独立战争嘛，同款啊！美国独立来战争啊，对无？毋是画画而已啊，安尼都有效啊。咱一群人来带经银行上侪钱，台湾银行嘛。咱若台湾银行画画，咱来画画，变咱来，咱来去画就好啊，后面来试，画到死也毋是你的哦。啊，真了画讲独立，要来迄落，你无战争无法度啊。所以你有看无？国务院要求啊。哦要派海军哦，针对咱 AIT， 这个 AIT 甲咱所讲的 AIT 无同。AIT 目前的 美国 AIT 是伫信义咯，啊，这个 AIT 就是内湖金华路100号，迄叫做美国军事指挥中心，可能伊也叫做美国印太军事指挥中心啊，印度洋甲太平洋哦，应该是安尼。啊，有啥物无？二零一八年的九月前夕，中石电子报已经。九月六号就进驻啊！哦，这新闻拢无人知呢。哦，当然无人知啦，知领导面怎样怎欢喜的。啊，知的遐中国人足多的。哦，啊，你来看啊，你来看这这动作。军事操练各项战绩，他们是美军陆战队石关警卫队，现在这支训练严格的精良部队有望来台。AIT 内湖新馆即将正式运作。据了解呢，美方已经透过管道向我方的国安高层透露，将派驻美军陆战队在九月开张时正式进驻。石关警卫队的队徽上清楚载明，在任何气候、任何地点都将保护美国使馆安全。目前这支陆战精兵人数约1000人，派驻150个地点，分布全球135个国家。由于美国驻外使馆是美侨避难的最后堡垒，陆战队称为石关守军，训练毫不马虎，无论是各种枪支射击，还是近身格斗。甚至在队员脸上喷辣椒水，在视线一片模糊的情形下练习降服对手，扎实训练超硬派。若这支强悍部队驻守 AIT， 无疑是台美关系的重大升级，但可别高兴太早，因为其背后意义耐人寻味。中国大陆最忌讳的就是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官方成分还有政治符号越来越明显，那么所以使得陆战队警卫的派遣会特别引起这些关注。台湾治安良好，美军派驻陆战精兵，政治意义可能远大于实质安全考量。台湾当局诚挚欢迎的同时，也别忘解读美方背后动机。这彭宇的光军台北报道。你有讲啊一堆话，讲惊中国啥无？中国外交部对进行王毅也知啊，迄美国一挂动作就出来，啊伊中国也知，中华民国啊赶紧转去，伊也无转去的时阵，伊这个情况不像愈来愈严重，中国也知啊，啊，这边人看着新闻讲已经热啦，啊，啊，就讲，所以之前我讲太平岛南海的问题，南海的问题是菲律宾有去告中国的天主教道教，最主要太平岛即摆进前，哦，本来是中华民国海巡署拢去离啊，即摆无啊，对，自从2018年4月7日了，是美军亲自伫啊占领。
哦，美军也要占领啊！新闻开讲做美军呐、啊，因为中华民国传来的军政府是啥物事？伊真正传来叫中国台湾警备随部军官区，迄叫军政府。伊个本来伊个总部伫桃园介绍了这啊，我较早做兵，逐工爱经过，哦，逐工也坐车上，也是爱经过伊迄、那个伊个警备随部。哦，啊，所以讲，来到伊2000年正月二八，哦，台湾，哦，中国台湾警备司令部军官区改做啥物事无？改做中华民国，哦，行政院海巡署。那伊今年四月嘛，伊顶年2018年四月初，已经啊，佫改做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中华民国军政府已经提调啊。中华民国军政府来已经离台湾已经无啊，哦，这要你讲一下，我等下来讲中华民国出来民政府哦。啊，咱最主要的来到这里，2002年十月二十，咱秘书长对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提告美国政府，哎，足厉害啦！要告赢美国国政府无简单嘞。告是啥？咱台湾国际地区台湾人权的保护诉求。这个国内了，2007年正月十二，美国的国务院代表，我来讲这个国务院，哦，这个台湾讲的话，哦，讲这是政治问题部分，到尾发现讲这不是政治问题，人要讲台湾的国际地位是，所以出来的时阵来辩论，了2008年三月十八，也美国地方法院也判讲本土台湾无国籍。咱个国籍是伫呾哩，1945年8月15日以前，咱也阁住一本地国，哦。咱台湾政府2007年，美国就提咱必须要，哦，要作紧。所以必须要个讲来，告美国哦，要告美国法院去收个告诉嘛吼，你听是无？哎呦，这真个有影，哦。所以咱赶紧上诉去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是2009年二月七号，哦，即个一个迄落考试辩论会，咱必须要讲伊摕中华民国护照，伊歹出，所以伊叫陈仲谋派车来去聆听高等法院去聆听，哦，这就是咱必须要冤过，哦，叫陈仲谋出，哦，啊，咱美国的律师后叫因的律师出来。啊，再要来讲，这个叫做谢振发，就是要讲，伊顶工有一个政论节目，讲伊甲美国的法院各自互咱教唆骗人的啦。伊来遮是咱关过，咱必须要来讲出，这个政论节目来讲嘛，是啊，这新闻就要报道民生，咱必须要说过的物件，一人出来，你看，有个落脚之处。所以在本节目讲过很多次，不是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中华民国占台湾之后，中华民国骗台湾。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其实你辖的只有金门跟马祖，那么台湾跟澎湖是一个未定的托管之地。所以不信的话，你再看看《台湾关系法》，写得非常清楚，《台湾关系法》定义的所有的这个界限范围，只仅止于台湾跟澎湖嘛。好，那这个郑万兄，你可以把你的跟美国各级法院交手的这个情况跟大家做个分享。我想，在台湾的台湾人非常关心这个台湾的前途，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啊，由陈仲谋先生曾经啊到这个美国的啊华盛顿DC 去，然后由我去召集在这个啊国家新闻俱乐部里头举办了一个国际的这个新闻发的 press conference。然后在那里呢，我们啊向大家来介绍，因为在2009年的2月5日，在美国的这个 appeal court 里头，其有一个相当精彩。我想身为一个台湾人，必须要啊有机会去重温那个在华里的这个啊文件里头，你可以 download， 你可以看得到。当天有美国的这个代表美国政府的律师，还有代表这个原告者的律师，然后有一个叫做这个 oral debate， 就是说在辩论，是辩论，对，
在口述辩论里头呢，相当精彩一段，我想在这里向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美国的这个Circuit Judge， 就是说行为法院的这个法官呢，问代表美国政府的这个律师，他问他，一个执政党是不是有权利来否决那么美国政府跟国际上所签订的和平条约？那当然答案是没有，好、这个是第一点。结果他问，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所签订的一个叫做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条约至今有没有效？当然有效。再来第三个问题，在这个合约里头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就是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这个是不是等同于就是说华语 de jure sovereignty 啊，华语主权？最后这个法官呢，代表美国这个国务院跟这个司法部的法官呢，律师啊，他说 I'm shaking， 我确定一直站不住脚啊。那其实那个法官呢 ，Judge Brown， 他告诉他就说 ，Let me tell you， you're in trouble， 说你是有麻烦。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头，最后这个判决书下来，这个判决下来，他告诉了白纸黑字告诉全世界的台湾人，就是说，因为美国跟中国的这种暧昧的这个关系啊，造成生活在台湾人民没有一个被全世界公认的这个政府，让所有的全体台湾人生活在这个 political purgatory， 就是在生活政治炼狱里头。所以我们看一看，为什么我们今天台湾是一个世界上唯一的政治孤儿，我们进不到联合国去。是因进不了联合国了，咱已经是啊。你爱看讲，因遮所讲的话，你进前必须因为国语来听，拢甲伊讲的同的。你像下关条约就是哪关条，才当号有效啊？旧金山条约才当号有效啊？所以讲，伊种问题造成吼、美国甲中华民国种问题，也造成咱台湾这個问题，是甲中国。陈仲谋是安那离开台湾政府啊？伊还阁生活伫政治人啦，伊还阁讲要支持小英，所以陈仲谋啊离开台湾政府的，美国阁嘛判决，这是2009年四月七日判决伫遮嘛。同款，那四年来本土台湾无国籍，第五年安尼判，高等法院阁讲无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所以中华民国一定身份证内底唔敢写政府，唔是即款判决，是中华民国伫台湾发这个身份证都唔敢写政府啊。人民生活伫政治人格就是咧消选举，你唔是中华民国的公民，你摕国民身份证，你去遐选举，对唔？这就叫政治人格。哦，所以讲因遮民粹讲，身为一个台湾人，你讲台湾人，我唔知，爱看伊个身份。哦，你像彭文正讲。本土台湾，伊毋是中国人，伊有人栽培咧，钱赚较济咧。咱今仔台湾就任何一个江苏人也彭文正，赚的钱比伊较济，对无？伊毋是搞讲话尔，伊将事实一寡事实扭曲掉，毋敢讲。哦，还有讲旧金山和平条主要占领全国的遮，美军啊，伫台湾占领着。啊，上向占领，上个地向占领，唔讲嘛，上是歪做，咱必须长嘛，哦，啊，最主要是要求行政单位帮助咱满足够上诉，这个问题就出来，哦，所以咱今日只上诉上拢美国一挂行政单位去帮助，咱入面咱六道两块啦，哦，拢是，啊，三是无国籍，澳洲这个冰岛，这个就是无国籍，互咱台湾过去啊，讲要提国籍。伊讲买提中国钱，啊，但变无国籍。啊，啥无国籍？2018年同款二月七号，遐政论节目有讲啊，台湾人无国籍啊，哦。我们是，即使是台湾人花钱
去帮中华民国做外交。而现在全世界的人不承认台湾人有国籍，这是两件事情哦。我们是台湾的老百姓，台湾的人民花钱去帮中华民国维护邦交。简单来讲，就中华民国只在金马，所以应该叫金门马祖的人去护中华民国邦交，因为那跟台湾没有关系啦，跟台湾台澎没有关系啦。就是所有那些朋友在提说，我们台湾能不能去跟金氏纪录要求说，全世界最多不被承认国籍的人口数，台湾能破世界纪录了？哦，对，我们应该跟金氏纪录申请。说我们有2300万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国籍是不被承认的，但是台湾人却花很多钱，那边一看过去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美金在维护中华民国的这个国籍，而中华民国这个名号在1949年就被世界上认定，它是从中国，它是在内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内战的时候，中华民国已经成为流亡政府。对，而且他流亡政府的所在地是金门马祖。哦，所以真正最大的问题是，台湾人花好多好多的美金在帮中华民国维持不被世界承认的国籍。所以台湾真的是好人啊，对吧？好人就是用台湾用咱好人啦，用中国人。因有国籍，也是咱无国籍，所以咱有意力了五个字啦。我讲美国吼，爱成员人必须要世界人权组织吼，爱成员人必须要叫政治迫害。结果川普伊有讲，伊要退出联合国迄落世界人权组织哦，有啊，是啊，要退出。台湾有差不多1800万嘛，无国籍。这世界人权组织做啥无会做，所以川普要退出世界人权组织对无？对。这这人因在创啥？唔知。这人就是中国人在帮助中国人，吼、哦，伊无人讲真相，是美国叫伊讲者讲者，一出来伊答答个。这新闻啊，逐天咧连，但民政府吼啊比台湾的新闻比一个人搁较清楚。大概伊在做，即几工拢在做韩国医生，有诶无对无？所以你去啊看下咧啊，咱离高庭法院判决咧啊，咱赶紧上诉到最高法院。离2009年7月17日，吼、哦，这是本土台湾人然后首次吼向美太平洋战争前后才美国，吼、哦，以国际法内底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美国开始提出告诉，所以离。2009年8月7日，美国政府的代表国务院正歹甲人抗辩，因为地方法院甲高等法院拢判无国籍，毋是无国籍尔，佫无人承认的政府高等法院啊，佫是政治人家，啊佫有金山和平条，吼、哦，美国啊军事占领，啊要求行政单位帮助韩国，所以拢正讲韩国讲拢对嘛，拢对了以后，最高法院判决无啊。伊伫2009年10月7日时，伊敢敢发觉唔敢搁置本案待审，因为这个问题伤过大，还有一个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法院要求金毛，吼、哦、美国行政单位拢爱以旧金山和平条规定来做，吼、哦，从台湾关到遐下伫边啊，吼、哦，我从这样讲过啊，奥巴马就无派好点蔡英文啊，就拢在遵守旧金山和平条约。美国是依法照法咧行咧做啊，所以我就讲过，2008年，咱台湾政府二月七要成立时阵，咱来向战争前后者美国政府报备，好无？你咱台湾政府，咱大楼遮来迄个台北楼啦，咱2008年二月七成立，你去看下，啊，成立，咱成立了后，咱伊2009年10月7日，定奈了后，待审了后。二零一零年七月七日，对美国伊个国庆日啦，哦，离美国华盛顿必须设立办公室，这是咱2010年开始是咱台湾民众依照国际战争法创立成立的创始人。我是看这美国军政当中，我上哪一个知无？美国派伊拉克后将伊拉克民政府伫华盛顿必须设立办公室，这个就是。
咱在美国军政府、台湾政府离华盛顿 DC 设置办公室，是美国的全世界的人讲，台湾这政权要交的美国军政府、台湾政府管理。所以美国要来从这政权交出来，王毅来讲，哦，大势所趋，势不可挡。时间到，我也等到半年，哦，啊，我是看这个事，因为我迄阵有看一篇报道，军政府甲民政府，所以。咱台湾民政府、军政府安怎运作？民政府运作，我稍微看下，哦。所以二月了以后，伫共迄年诶二零一九年九月初底，哦，伫即个华盛顿 DC 咱举办一个酒会，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安部、司法部派了一百个，咱派八十个参加。派人参加了以后，即个酒会了以后，美方有送咱两百道，迄两百道就伫边啊。一个日本天皇，一个日食，美山迄阵是奥巴马上任，提高咱必须顶必须啊，我就知道对了。美国咱唔讲话，占领遮啥？我来讲啊，哦，上个土地叫占领啊，唔讲啊。啊，进前讲托管地啊，上个土地叫唔托管啊。遐一寡我捌拄着李小芳，哦，遐阮历史学者去讲了之后，咱点点讲伊个话。啊，即你啊看 M503前美国伫讲啊，金门马祖已经倒去啊。2019年六月二九，吼，中华民国甲中国吼，国民两党国共又签署一合法，吼，已经倒去啊。所以遐秘密管理啊。如果金门马祖中华民国个中国个一船啊，就袂使直接飞啊，伊个军舰、飞机拢袂使飞。安尼看有无？伊竟然何解啊？啊，台湾遮人戆拄拄本土台湾人，伊中国人拢知。日食以前，日食我来讲过啊，就是即个下关条，就是马关条约，日本天皇即个土地了以后，佮以外国共和人方面话，即个日本天皇过去所有权，美国总统按你台湾占领权，哦，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是三条一，所以我即去日本天皇接受伫我2014年12月23我有去，是安尼台湾民政府起用也是，日本天皇允准日本的土地由日本政府管理，台湾配合。伊有同意台湾民政府管理所有的企业的赛事，这点大家拢知。我突然讲了，有人听无？即摆愈侪人听愈有啊，连日本人拢知啊，哦，啊，以前就是这个 AIT 经，哦，然后金华路100号经济牌，哦，啊，我来讲啦，中华民国号召袂使是任何国对当时开始，2011年开始，伊个以后开始，是安对伊个开始袂当是哩。因为咱台湾民政府第一批身份证，伫2011年十月初做好，伫2011年12月30日，必须要用往年度发第一批1000张的身份证。所以联合国讲，恁台湾已经，哦，台湾民政府用代表台湾啊，所以伊的证件就使是联合国，哦，啊，中华民国护照就袂使啊，哦，所以恁遐看了，而且联合国有讲啊，台湾民众用摕台湾政府合法的驾照甲身份证。但是台湾政府合法的驾照身份证啊，你看这张，这是新版的、旧版的，你用起来看。咱是写政府哦，台湾地区加写政府，当然这张身份证，台湾政府身份证啊。啊 ，TW 就是公民啦，剩的就是国民啦。你像 CNC、CNC、CE 哦 ，VN， 迄就是迄个国民啦，就是迄落啊 ，TW 个本土人。USMG TCG 啊，美国军政府、台湾民政府吼，即个证件哦，所以伊讲甲足清楚，咱只台湾政府哦，身份证哦。我顶2017年5月7日，要入联合国，我也是提顶身份证。本来联合国讲，恁提中华民国护照，咱是爱去边仔个中国大使馆签，迄落。台胞证啊，赛事，阮摕这张尔，我唔免恁这张就赛事去啊。阮一日是80几个，哦，阮是，哦，那么即摆连若台胞证嘛，我又是去啊。啊，伊中国居住证啊，你说美国甲中国要分台湾遮人，要分啊足清楚，是本土台湾人，还是你要做中国人？对，阮是内底是联合国内底，哦，阿妈讲有机会吼，恁从台湾就出来拢袂歹。阿妈讲美国啊，即个解释人注意，奥巴马未遵守台湾关系法，奥巴马即个遵守啥？旧金山和平条，所以蔡英文无太好滴。啊，三是联合国一个，哦，国际法来了一个，奥七五八结义会，
一个中国，你看二七五八决议文这小段。很多人可能听过这个二七五八号决议文是什么，但是完全不了解这个背后的背景，还有一段其实没有被交过的历史真相。在这个 Buzz Orange 这边他怎么写的，我们特别来带您看一下。高姐，这个二七五八号决议文呢，它里面的决定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且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当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面给驱逐出去。好，在这种，而且我把决议文是在中国啊，代表我是名叫中华民国啦，啊，代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所以一个中国，所以讲你若去看讲新闻，你咧报啊看无，啊，中华民国甲巴拿马断交，啊，甲中国阁建交，啊，多米尼加，吼，到尾也是甲中国建交，就是三遵守一中原则上，一中的二七五八决议文，毋是中华民国断交，中国建交毋是安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所有中华民国所有一切。哦，唔是以断交建交，你像较早韩国、日本的第三届也是中国提的，哦，所以这提断交、邦交这，你来看一下，哦，断交了后，正啊，从中华民国提起了后，伊就断交啊，唔是，啊，拜这也是美国法院有判决，哦，这也是啊，现代话，中华民国好早形成的，中国，迄个二七五八决议，所以中华民国人常。人常赔偿，那个国际人干，伊无在赔偿，爱赔，中国爱赔啦。哦，啊，你看中国这所有来讲，你怎啊看？你用去你谷歌看一寡资料。兆丰银行，兆丰银行较早叫中国国际商业银行，过去叫中国银行，上早叫啥物银行？叫大清银行。大清，大清帝国，大清印钱的银行。中华民国啊，拍败了，接手就改叫中国银行。中华民国是中国是印钱的银行。到尾是来改做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国民党甲共产党战争，共产党打赢，国民党打输，所以行迄个思维改做中国国际商业银行，是安改做兆丰银行，就是二七五八决议文行迄个中国思维，安尼来。啊，兆丰银行甲说是说你打去，大家大财神哦，再说等于中国，哦，这去美国也干安尼。哦，你也知影这兆丰，今年兆丰银行的年终奖金奖金啦，对对些啦，见得滚滚啊。该用提三溜三，该提提，中国人就是安尼，哦，能捞就捞啦，哦，哦，所以咱奥斯康美案你也看，奥斯康美案就是美国，叫人告美国一届，到告上到告中华民国，哦，你注意看，这本案由林志深、林子安台湾民政府，林志深、林子安迄个人必须另外两个人去，啊，台湾民政府是啥？我就是，我算过五关，就是台湾民政府。哦，过弯弯了是，就是我也去过人民国政府呢，也感谢上面在无，人必须顶，啊，人必须顶，我第二届去过，伊第二届去过，你过也是政府无干呾，哦，我所以讲话，人讲话，咱对高人去行，你过袂歹，咱无用就无感觉，后摆，哦，你若讲过弯弯，后摆就输到老命，你免惊啦，哦，啊，这叫确认判决，那是美国要做个代志，哦，啊，所以讲无几工了，三月十二。咱伫个国家记者俱乐部，迄谢正方有讲哦，伊也伫遐开一个记者会，也是共款说的。阮二二零一七年迄个酒会啊，即个楼顶，咱所举办的所在足济啦，是即个所在，咱用几啊间，哦，所在无间啊，美国拢嘛知道，哦，所以咱先去搞，去搞到这张，1946年之后，就是从咱这个，这就是中华民国带来的民政府。伊即叫中国台湾行政中华公署，哦，伊用即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伊即是捷山01297，哦，即个考咧，即个考本试点样考，所以即个毋知。啊，即人改的时阵，就是咱的国籍拢恢复五国，啊，要恢复五国，咱较早清朝本来咧分清朝，啊，台湾也变中国，哦，所以讲因拢乌白啦，哦，啊，即就是即样的文，就是。有关单位、行政单位，现在必须顶咱那在去搞这个，哦，这个帮助帮助咱民国，哦，啊，这个就是，哦，咱今这个顶个月正月20日呢，哦，1946年的正月23，不是伊人写的，就是正月12天写20，等都变为23，这就是讲这人
狗家家家里自由时报、电子报叫买报纸啊，哎，咱必须报拢对呢。开始会讲，咱必须有所做拢对啊。咱台湾民众才对，大家拢对啊。哦，啊，恁若较巧要离开啊，迄甲咱无抵达。哦，啊，这就是英国诶驻华大使抗议，讲你人家国籍，哦，甲咱台湾国籍，哦，这你去。TLV 我遐找拢有啦，啊，哦，啊，这就是啥？哦，这就是以后你爱奇怪，对大台信号，对这向较侪向讲你啊，哦，这时间上恁啊去看这个人啦，哦，这时间上我有通确定，啊，所以咱共迄年，咱伫2015年的 EU， 咱就万人大游行，咱咧万人大游行做轰动咧。网络上做轰动的，到尾是哪看哪少样子？去伊用魏应松定心的伊话看无侪，魏应松看无侪，大家拢看魏应松。啊，这政府会做啥啦？啊，台湾政府无看，拢会看的，看魏应松的心。这就是看新闻的厉害啦，哦。啊，所以咱2016年4月28日，美国一群众所上台，民众美国的法务部已经讲咱是外国政府用公开游说。所以咱开始叫公关公司安排作序，所以今年迄年5月23日，日本的 G7 咱就参加。本来叫 G7 诶 G8 国家，就是俄罗斯违反国际战争法，啊，嘛违反国际法，并吞克里米亚，叫赶出八大工业国，叫成七大工业国。八大工业国它到底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意大利，哎，结果。除了加拿大，剩的拢是轴心国甲同盟国，哇！迄个较早有在发动战争，甲伫遐对抗的，科技拢足厉害。哦，除了加拿大，啊，所以俄罗斯叫排除。哦，啊，即咱G7 集团体，吼，咱是从2017年国家是集团体，咱今年拢是G7 集团体拢有啦。哦，咱拢是啊，即要去看。啊，即种像美军拢是。拢伫迄落新竹乐山，毋是迄落个。啊，美军个空降部队，海军陆战队是两栖部队，这是三栖部队。空降部队、三栖部队比海军陆战队较厉害，7000多人已经拢是话，拢是轻装个较侪啦。哦，啊，这就是你啊看，代志愈做愈侪，附送总统撤退演练，美国有可能从中华民国总统第十二站就飞就走，像较早。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啊，再上。当初淡水变王官的时阵，咱必须美国啊，叫咱必须顶讲，叫淡水用钱卖回去啦，叫伊卖三气，伊要将淡水变一家伙啊，再入去台湾。结果淡水用本来无，就是伊的边啊，迄个郑新洲，就是郑新洲伊的护士遐讲的，郑新洲叫淡水用卖算啦，卖政治。因大家政治的迄落命就无去啊，结果所转来吼，愈下来愈歹，吼，呾无听人讲，你就知影法律无听人讲，吼，啊，所以讲这落去啊，因中国人知影时间到，中华民国差不多要消灭，所以伊落去讲，能捞就捞，能分就分，迄是韩国瑜讲说话，陈根先生讲，吼。遮所有的人拢是平安岛啊！即摆伫台湾，伊是转来一个安尼尔，因拢伫遐厝拢分好啊。哦，伊是伫遮人老少老，人分少分，遮拢中国人啊。所以你要看讲注意无？台湾人，你替人钱算平平啊，你都啊唔知。啊，咱咧讲所有的法律、所有只课，你唔知。你若真正爱有咧机会，必须因为新台湾论上下小路内面。哦，台湾最终地位，恁也爱买来看，哦，你会去愈看愈侪。啊，有哪无聊，像江苏所讲的，你爱看。有江苏最后讲的，我算学落来，我算其中一个。哦，啊，这就是咱这边来讲，过年这边来讲，是咱讲你在做假。这就是《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刊登，哦，《纽约时报》刊登联合国的标志刊登游学会，
这也叫《纽约时报》的报呢。顶个《纽约时报》讲中华治水迄个话，迄个中国庙会的话，总有兴趣，结果人就差啦。啊，咱即届咱夫人因跳舞的时阵，甲伊讲嘛，《纽约时报》报道啊，政治破坏啊，拢起来了。所以你去遐看些，咱是联合国的迄个识别证啊，你才有条嘛，吼、啊，咱会看。是啊，咱入去伊唔敢报，哎呦，报的中华民国就倒，伊唔敢报，对吧？哦，所以咱去看一下，啊，咱顶年过去，哦，即咱入去官网看吼，即咱人民国内底官网看吼、哦，所以即官网有诶足侪官网，咱底看，咱爱去使用咱台湾政府的官网，哦，啊，官网来讲啊，咱是属于个。啊，咱国际战争法上简单啥，叫做占领袂使移转主权，流亡政府袂使上台湾，台湾就加一个流亡政府。三是叫占领袂使移转主权，拍赢国家这土地毋是你的。二是这个代志，美国拍赢偌济国家，德国、意大利就不能算美国拍赢。哦，啊，你啊看讲美国拍赢伊拉克，强海山印度，伊拉克敢有变美国的无啊？啊，有迄个伊拉克民政府，我去看当面。安那运作到面怎啊？安那接政权，我是对阿看，哦，迄叫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哦，这上简单是流亡政府袂使上台啊！我三是流亡政府，中华民国出来就是中国台湾政，台湾行政中央公署，但是1947年6月7日才改做台湾省政府。啊，伊这省政府来甲哩，哦，台湾省政府来甲，伊本来要当省，1997年7月要当选，到尾美国讲袂使要废省，你捌听讲李登辉要做中华民国台湾之父咯？伊就是要流亡政府上台合法，就是1997年7月，伊要台湾省政府要废省，美国讲袂使当选，即当选当到当时你知无？当到顶年2018年7月7日，哦，伊要行入历史。啊，我来讲。为着这个动性甲废性，美国啊动咯，中华民国这个已经袂使啊，所以从代票正当进行叫代票，这地方叫台湾银行叫代票，这因啊社会变钱的面顶，这钱表示要掉啦，吼、哦，你看这条，本来是中华民国台湾银行，你啊，你1999年8月15日，这张办出来，就是你已经违背啊，废性了，美国动咯。当先来到2000年7月13日，淡水边遐来发现一张中央银行，你看因也是变色，上趣味的全世界的货币的用户的银啊，12月15日，2000年12月15日，啊出版迄个500块的，哦，你也想看讲中华民国哦，台湾只有已经做无成，美国动咯，嘛改做货币，所以你也看讲。这个段宜康，咱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咱的车牌，咱所有一切到有为止，你来看，你来看段宜康来讲，伊会讲上苦啊，中华民国这个钱啊，一定是假的，哦，你自己看。哎，我们台湾民政，他拿的车牌，他不是伪造中华民国的车牌，他拿的身份证不是伪造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他也没有伪造美国的护照，他就是告诉你说我这可以用，而且未来可以用。未来的事情谁知道？过了20年，真的美国政府跑来接收了，所以台湾民政府这些人真的买那个有效啊！我们在质询的时候，法务部跟内政部告诉我说有啊，我们也接到，我们也知道检举啊，我们也请示了高检署，高检署告诉我们说，他这不违法啦，因为今天执法单位在国民党的时代、政府时代要去抓他不容易，今天对民进党政府来说一样是一个困难，也就是他这个是一个政治主张。可马英九跟民政府比较起来，他更可恶，他就有点像我们那个中华民国那个1000块那个中央银行的钞票，但他是假的，他是我们假的国家元首，当了国家元首还其心可诛，这哪一个比较严重？当然是马英九严重了、啊。哎、欸，我说你，你要说看到哈，这个每一个所在用的货币，日币所用的是日本银行，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按、啊、美国伊是写联邦政府的，哦，啊，香港又强调着香港汇丰银行，哎、欸，可能汇丰要注意哦，汇丰是英国的了，
哦，所以讲你去看这也是你也看足趣味的，哦，啊是啊，中华民族中央银行啦，无啊无中央银行，台湾银行我用迄个代票，哦，所以讲你也看足清楚。我跟你讲话，哦，对2018年七月节，台湾省政府走入历史，所以伊都无变质啦。中华民国出来的军政府就是中国哦，台湾警备司令部军官府，伊改到尾改到行政院海巡署，到尾改到海洋委员会海巡署，已经走入历史啊。啊，伊出来民政府，这就是出来民政府也走入历史。即个目前伫台湾地区，哦，咱也是伫正正败状态内底。台湾的地区啊，就是军政府甲民政府是三样仔。就是美国军政府、台湾民政府，咱第一到是外口遐咧看无？即届遐来出来无？咱正个名号出来，美国军政府、台湾民政府，内底你若看无人，你就知影讲时间到。哦，今仔讲到讲到遮好，谢谢。